今天给你拍摄给你软膏。你起码正常没？正常正常。我看我来啊，比较好一点。我很正常啊，正常正常啊。安尼，我拢卖给你唱，我你好啊，唱一下刘文正老师的歌，好吧？我选一首大家很熟的，也是在台咖台定这位互动哎，叫做《热线你和我》。哎，这首歌太厚了。这个歌在当年哦，当年收入作秀的女歌手一定要唱。你是去唱歌哦？嘿嘿，是啊，我一定爱无同款啊。国民哥哥，行，我处理。然后就要唱《热线你和我》啊，不懂。你就要是要脱线你和我呀？是啊，歌词吼歌无对啦。因为咱带三夹吼，要上北爱去棒球，啊，落南爱去桃园啊，啊，我赶无到，我又过来啊，无变怎？你是不是叫车叫好，要行三号转去就对了？无，等下兄弟来甲载。载你去爬哦。好啦，载你继续拖行啦。为什么要唱热线你和我呢？我懂。你若要唱，真的好好唱哦。还有，你两个王位好了。我不知啦，你甲江老师嘛。我听江老师看到伊按你不坏。哦，对，我帮你挡着。哇，你都要变主唱呢？啊，那要紧。你看那个主秀啊，主要的地方都生锈。来，热线你和我。这是一条情感的线路，属于你和我。铃声响起，那就表示情话悄悄说。除了我们叠杯酒，想再有半秒钟。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说，永远都不够。热线你和我，热线你和我。情感的细流联系你和我，思念适合拿起花红，热线轻轻拨，记忆像是化成小雨，交响。